我觉得伢子屌丝，上次买多不过人，真的。比喻。带汉的，带那种汉的。你以前爱去卡趴的那种人，在哪？不务正业吧，一本正经吧，看起来。你像屌丝啊？屌丝，就是穿得很时髦吧？应该属于那种杀马特吧。还有就是，你说你没有吃饭，他说你傻，你怎么不吃饭？衣品蛮差的，还有呢，站得蛮丑的。摸不起有两个脾气蛮大的人。就是一摸得起，他自认为是个很牛逼，然后又喜欢钻的人，他们那样，比如穿着很豹纹啊，夏天穿那种什么超短裤啊那种，就是啊，在人就是对这个女的好，然后对那个女的也好的那种，就是很渣很渣的。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抽烟喝酒。上网通宵，杀马特，就那种好像就拽个五八万似的那种。说话比较猥琐吧，其实说话娘娘的也有点。我觉得缺精神骨力，缺精神骨力男的也算屌丝。哎呀，都天都还，天都还，然后还有就是头发蛮崭新秀丽点的，头发跟70年代、80年代的一样那一种，大女孩子都是屌丝。他要这干嘛？蛮痞里痞气的，我觉得管屌丝。圈拖鞋的吧？还有呢？穿的比较邋遢的吧？打电脑抠脚丫吧，反正就穿的特别土，然后有点杀马特风格，动不动就要尬舞那种类型。猥琐的吧？就是不努力不上进，完了还条件不好。感觉穿的蛮挫的呀，还有呢，哎呦，行为蛮挫的呀，干嘛蛮挫的呀，就是走在街上有一种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那种感觉。是穿的蛮邋遢的呀，还有呢，就都头发就蛮乱的那一种。这个咱听不懂，我咱的妹子在三条子。我要是老要紧的，三条紧的你八个紧吗？我八斤，但他还怎么理我的？